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西双版纳，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坐落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境内的曼汀园林风景区。自由放养的孔雀，展现着人与动物友好相处和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极具欣赏性的热带植物和建筑小品，共同构成了曼汀园林浓烈的热带风格艺术景观。曼汀地处澜沧江畔，占地20公顷，它是西双版纳的著名旅游景点之一。中国绝大多数土地都位于北温带之内，只有一小部分属于热带地区，因此热带风景由于稀少而显得珍贵，这也是西双版纳自然风景名扬国内的主要原因之一。绿草如茵，河水泛波，画一般的美景，充满了南方特有的那一份柔情。美妙的歌声，以其浓郁的民族韵味，给人以崭新的感觉，如水的柔情，云一般的缠绵。古老的树干上寄生着另类的生命，大自然借助于各种现象，将因果的链条摆在人的面前。不知人们是否知道，自己也是这生命之链的一环。